在香港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没有人有特权，所以所有人都要依据法律履行我们的公民责任。在座各位新闻工作者都是热爱祖国、热爱香港，希望透过客观公正的报道和评论推动社会进步，改善人民生活。在这方面，特区政府和新闻界的理念是一致的，不过我们也要提防有其他人假借新闻工作为名从事违法行为。我希望各位新闻界的从业员会明辨是非，远离这些伪装媒体，远离这些破坏新闻自由的坏分子。就让我们一起在这个历史关键的时刻，共同推动香港有积极性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。